我们讲本来清净，是在讲这个能力，它本来存在，而且没有受到污染，每个人都有。那你为什么看东西听话，感觉吃身体上痛痒，这些起烦恼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抓对你清净本来的本觉，而你把重点放在外面的这些东西上面，叫攀缘，攀外面的东西。这举例，有一天你睡觉，家里人，比如你有眷属一起睡，你醒了，醒过来的时候没有梦，你醒来的时候经由家里人呼吸的声音，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空间里有人？经由他呼吸的频率，你知道是谁？眼睛不用打开，嘴巴不用吃东西，鼻子不用靠嗅觉，你就知道这空间里是屋子，是夜间，是睡觉的时候，身边有眷属，是不是明明白白？这个过程不起喜怒哀乐，不起爱恨情仇，这个能力是不是存在？这所有的一切的境界是不是不思善不思恶？是不是清净？这个能力清净，刚刚是透过耳朵，你就能够了解，这个耳朵是一个器官，它只是对外的一个门户。你所了解的这一些里面，你所了解的这些是不是全部含摄都在里面？这个能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知的能力，是本来清净的。再来，一样是这个现场，你突然闻到一股厕所的臭味，厕所的臭味，假设这个浴厕跟房间跟你卧床很靠近，闻到厕所的臭味，然后有拖鞋的声音，啪啪啪走，由拖鞋的声音慢慢移动而靠近床铺，这里面你可以懂什么？从臭味里知道有家人去上净房，从拖鞋的声音知道有一个物体在移动，从这所有里面你可以知道是家眷中的某一人，他去做某一件事，这是夜间的几点，差不多时间。如果窗外还有小鸟的鸟叫声，你甚至可以知道清晨时间到了。这所有的一切里面，你不抗拒，你也不用在里面起喜怒哀乐是非的时候，很明白的知道天将亮，家人某一人上净房，如果透过厕所散发出来的味道，知道是大或小便秘，是不是都清楚？
这个时候自己身不动，口不说，眼不开，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不动，而了然知道所有的一切，包括里，包括外，包括自己依然假寐中，是不是全部很清楚？这些这个东西，我们人能够了解一切的这个本体，这个能力，它是清净的。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时时刻刻都这样清净的在一切里运作，生命所有一切都是明白的，都没有烦恼的。重点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握，我们众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清净本觉，本来完全一切都明白觉性发展的这个能力，我们不知如何把握。所以在行住坐卧当中，我们攀外面的现象这个缘，而开始躁动，于是这个心就攀缘附会，颠倒心外求法。譬如刚刚这个故事，啪啪啪，拖鞋的声音，厕所的一个味道，你不动，之后开始动一个念，走路也不会小声一点，吵到我，怎么那么臭啊？吃了什么东西？还压马桶，切，没修养。觉性在不在？在。你刚刚是不是觉？一样是觉。觉到眷属上一号大小便溺回床卧床，是不是觉性一样？里面加什么？加了造作的杂染的东西。那个杂染就是对声音的挑剔分别跟我的关系，因为拖鞋走路声音太大声吵到我。其实你醒来可能在拖鞋未走之前就醒来，但你没有发现，你认为是他拖鞋的声音吵到你。如果你没醒来，上厕所大小便溺的味道还不至于会让你醒来。就像有的火灾的时候也要这个烟很浓很浓呛醒了，是不容易。你可能是自己本身已经达到深眠之后要浅眠醒的时段，或是小鸟的叫声，或是其他种种因素而醒来。但是你不查，你不查，你这个时候会因为自己在意而不是很愉悦的这种境况，外界的缘而来怪罪他去上厕所压马桶又好臭，把我臭醒了，又拖鞋很大声，又把我吵醒了，然后以这些境界来归罪，这个心产生了一种讨厌，产生一种计较分别，情绪就出来，情绪出来之后就再自怜自爱，这么早害我都没睡饱，明天怎么办？我明天要去做什么事？于是是不是一路一路一路一直怪罪？
所以一样觉在不在？如果本来清净，但用此心，就是用这样的觉的作用，直了成佛，你就可以圆觉，圆满的去觉悟，而做该做的事。但是众生就是迷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在这个上面已经着在外界上面。所以当我们着在外界的时候，我们本来清净看不到，本觉看不到，我们就要但用此心去抓，去把自己真正觉的能力觉出来，去看到我清净的东西，我怎么开始去发现我自己，我怎么去发现，这就是佛法三藏十二部要告诉我们的。你怎么发现？发现要有办法啊，你发现要用什么办法？发现要用观察，要用回光返照，要用醒思，要用业报，要用等等等等的东西，都是为了要发现这个心。而这个作用，以顿门的说法来讲，它就是当你有情绪，当你看到外界的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指认它，这个是不真实的。你这个情绪是你的心意识里产生结构起来的，它是幻象，它是你自己幻象。其实我们把刚刚这个过程看成一部默剧，你还是躺在那里，那个人上完一号回来睡了，外面小鸟叫叫叫，天色开始有一点要天东方发白啊，是不是？是不是景致完全一致？第一次的景致，第二次的景致，跟现在你有心念回光返照的景致，是不是一样？是一出默剧的像都一样，但里面的内容，众生心中产生出来的五蕴、情感、思维，就让你痛苦从中发生了。这个地方的这一句就延伸出后面所有经文的要义，略讲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菩提自性本自清净，讲的是本体众生都有的本觉佛性。但用此心讲的就是作用，我们要用这样清净的作用去作用它。如果我们迷了，我们是颠倒的众生了，我们要正确的方式去观察到我这个烦恼，我这些想法，我这些喜怒哀乐，我这些批判对立，我这些排斥等等，都是虚幻的，都是我把这个觉加上了杂质。所以我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要回头，这就始觉。始觉的时候就看到，诶，我的能力本来可以觉悟的完整而没有是非的，那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起很大的欢喜心，原来要掌握这个。当我可以掌握这个的时候，直了成佛，在在处处做什么事都是圆满，内心明白，在这里面没有是非。那在这个地方给同学做一些补述，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提纲挈领的一句话，在华严经六十华严的五十二卷，他有讲菩萨摩诃萨应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
成正觉故，如自心，一切众生心亦复如是。他说，菩萨摩诃萨呀，应当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自心呢，念念念念当中，有佛成正觉。我们是清净的正念呢，还是杂染的念？如果杂染念，就是众生。如果我们是清净的正念，念念当中就成正觉，正确的觉悟，清净正确的觉悟，诸佛如来不离这个此心的觉而完成的。凡夫众生也是一样，一切众生心也是一样，靠这个心而去完成觉悟的。这个不是别人的心，不是别人在觉，是每一个众生自己的心，自己可以觉。所以问题都不在外界，问题也不在别人。谈经要讲的就是，问题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这个。你把握，你用对了，就是这样而成佛的。那再举另外一个经论给同学知道。在楞严经，在楞严经开始的时候啊，阿难七处真心，他问佛啊，我到底这个心在哪里啊？然后他就跟佛对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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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佛就跟阿难总归啦，因为阿难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心啊。佛说，人人都是清净，有清净智慧德性的，但是众生啊，都是没有办法找到。佛就告诉阿难，有两种原因，所以你迷失了。这段经文是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差距，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他说，众生因为无始来你就是颠倒。我们刚刚以刚刚那个梦，不是梦，刚刚那个现况，你不动觉知，透过什么都可以知，不动而觉知，这个时候是不是不叫颠倒？当你内心把重点放在外界外境上，拖鞋的声音，厕所的恶臭，我被打搅了，醒过来的不悦，这全部是不是外境？当你外境里面，就是你把这个本来的能力安住，本来一切都可以显现出来，可是你现在重点放在外面了，重点你去看到外面臭声音我这些的时候，你把觉性忘了，你忘了站在清净当中，你把重点就放外界上面，所以呢，种种的业一直滚动，一直滚动，如恶差距，如好多好多不好的、不良的，所有的一切种种马上纠集起来。所以你要从头来过，就要从头来，当声闻缘觉或是在追求一切的啊，这个长生啊等等的外道
或是自以为自己最伟大，自以为自己所有的这一切世界上的人都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就变成大魔王，或是等等的造作，这个根本就是有两种错误。那你如果一直攀缘附会在外面，这些犹如煮沙，欲成家传，纵经纯洁终不能得。你如果心外求法，一直在外境上面的东西，你的心终究没有办法清净，犹如把沙子放在锅子里怎么煮它都不会成为美馔佳肴，你用再久的时间终究跌落在外境的困难烦恼中。人一心之间可宁静，当下念头一动，你可能就是罗刹，你在地狱中，你在批判中，看不到实况，蒙蔽了心眼。世尊就告诉阿难，哪两种呢？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第一种就是你在攀缘，你所有都在抓外面的东西，抓你要你不要，抓外面显现山河大地所有的东西，臭味，臭味缘起法呢？等一下厕所吸一吸气，等一下空气稀释了就没有了。拖鞋声也是缘起法呢，从那里走到那里，等一下就寂静了。所有一切因缘法，但是你的心着把这个外境用攀缘心把外面的缘境拿来以为自信，这以为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现在所感受到的，你在强调外面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无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在这个外境里面的生死变化里面起落起落起落，一天到晚玩这个游戏，在讲述这个东西，讲述你的观感，讲述你的感受，讲批判外界的所有一切，所以你自己在生死当中就是这样，就是众生了。第二个，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则汝今者是经原名，能生诸缘，缘所以者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诸趣。第二个是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我们的清净觉性从来没有丢掉，无始以来它都干净的，这个能力一直在。你刚刚在不在？在，可是你不拿来清净用，你拿来攀缘，于是你就是在这里面沦落。但是我这每个人无始以来菩提涅槃原清净体本有的这个能力，它没有变，每个人这个清净的能力都在，但是它的能力的作用呢，它是不是可以纳受外界的所有？是不是你可以听，你可以闻，你可以感受所有的一切能生诸缘，它的作用就是在所有外面的缘境里面你都可以了解，这个清净的觉性就一直在。那如果你不了解终日你一直在追求的比较，你不自觉，你没有回来去看到自己这个能力，清净的心去找到自己的清净，往入诸趣，你一天到晚不是人就是鬼，不是罗刹夜叉阿修罗，
要不就享受快乐的天人，要不就是发菩提心，现在像善人，等下慈悲悯怀众生的菩萨，在九法界里跑来跑去，枉入出去。所以世尊就跟阿难讲，你一直找不到你的心呢，你从来不知道你有清净的这个清净体，因为攀缘心，你在追求缘境外面。第二个，不自觉，你不知道自己有清净的本觉，有佛性。接下来给大家补充一段，补充一段这个《传心法要》里面的一段经文。《传心法要》里面的经文，他说：“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佛跟众生都是一样，都是你这个心不一样，那你就在什么界别？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就是这个心啊，就讲我们的觉性，我们的佛性。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但是它无始以来从来没有变异过。他没有说你这个觉性哪一天有了哪一天没有，其实你每一刻都有。不清不黄，无形无相，不熟有无，不记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终极对待，当体便是。其实看我们什么都可以觉，你现在想睡觉是不是觉？是不是觉？觉空气不良，语词平淡，内容不精彩，不引起兴趣，疲劳过度，昏昏欲睡，是不是觉？是不是觉得自己想睡觉？也是觉啊。然后决定让自己睡吧，也是觉。决定我不能睡，一直搓大腿，也是觉。什么都在觉，可是这个觉性它不是大小，黄色黑色，它无形无相。你现在坐着觉得腰杆很疼痛，两腿发麻，也是觉。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不起烦恼，你不起那种烦恼心，在这里面安然动一动没关系，我要听的是法，清净心在看这些。如果我动念即乖，就是我在这里起心动念，起了一个五蕴杂染的心，这个就沦落了，开始就走偏差的路。所以传心法要或是佛在讲很多的经典，讲的就是心地法门，直指心地法门，直指人心。里面一段经文他说：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着相外求。众生为什么是众生？你着所有的相，你都在外面这边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放，舍要取，取舍之间。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行，终不能得。所以呢，使佛觅佛，其实众生本有佛性呢。你不发现你这一尊佛，然后你又在心外要去找佛，所以你应该回归，去知道心地法门，将心捉心，就拿这个心要去评判，去思维别人的心，
要去感受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全是心外求法呀。所以穷劫尽行终不能得，你终究找不到佛性，你终究回不了家。经文里面他讲，不知习念妄虑，佛自现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天。他说啊，我们不知道其实怎么找到自己清净的自信，你只要把这个妄念，你只要把这个妄念熄灭了，佛自现前，你的清净的觉性跟你那种如如不动清，就是毕竟空啊，涅槃极境自然就现前。所以这个当下这个心就是佛，在众生的时候这个觉性它没有丢掉，在佛的时候这个觉性也没有增加一分，乃至于你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呢，本自具足，不假修天。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全部具足六度智慧布施圆满，所有一切遇缘即是缘习即集。如果因缘现前的时候你就做该做的事，缘灭的时候你整个人整个所有的一切就寂静下来。若不决定信此是佛，而欲着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与道相乖。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你不想真正的好好从心地法门去修的话，你只是着相要来求，哎，我的功用，我的功德，我的怎么样怎么样，这都妄想，你不会成佛的。你不能够悟开的，你不能找到你清净的佛性的。与道相乖，这不是菩提道，那个就是属于边缘的法。所以这个了义的东西就在讲这个，此心即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即为着相，无始以来无着相佛。无始以来没有一个着相的佛了，只有着相的众生，看着所有的一切，就在心中起了你所有的批判的相，没有着相的佛。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即为着相嘛。啊、哦，无始以来无着相佛，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那是第二种办法，那是第二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心地法门，认知清楚自己的佛性，怎么去作用它，而你怎么去圆满它。第二种办法，次第啊，不是直接这个是在中，在其中慢慢让你练练练，然后回光返照去看到自己感受，不为自求的角度，就不会把自己再粘上去。无始以来无次第佛，无始以来没有所谓次第佛，是怎么成佛的，都是圆满而成佛的。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与众生一心无异，这个是传心法要里面一段经文。所以同学，我们能不能指认自己有这个东西，能不能指认？当你在这所有一切，这只是举例哦，举手投足啊，扬眉顺目，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里面，你都可以安住
在自己清净当中，众生在攀缘附会里面翻滚而不得自在。可是抓得到心地法门的这种所谓佛，他不在这上面，跟众生一样心念的讯息在那边沦落。那我们回来看经文哦，经文这一句哦，就是这部经典的纲要。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是义。那就尊称大家啦，善知识。我把这主题说出来了，那暂且我们不谈它，先来听听看我慧能的身世，我是怎么的来由，我的行踪，我去求法，乃至于得到佛法的来龙去脉，得了这个法要，它整个的发生过程。那这一段就慧能大师自己讲。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将留于岭南，做新州百姓，此生不幸父幼早亡，老母孤疑，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世卖财。他说啊，慧能我的父亲啊，严父就是父严母慈嘛，所以严父就是讲父亲。慧能我的父亲啊，本贯范阳，我们原籍啊是在范阳，范阳是在河北省啊。本贯范阳，左将留于岭南，他的父亲是当官的，但因为被降职流放到岭南这个地方。流放就是五行之一啊，五行就是过去这行科啊，以前有五马分尸啊等等那些行科哦。这个流放就是安置在远方，终身不返，就流放到那里去哦，比较荒野的地方，不开发的地方，一辈子都不可以回到京城来。只要皇帝一句我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你就不可能见到他哦。这过去哦，做新州百姓，新州是现在广东省的新兴县，也就是所谓的南海这个地方。此生不幸啊，慧能我啊，这一辈子又不幸啊。我的爸爸被这个父亲被流放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又早逝，父又早亡，他又早过世。只有留下老母跟我孤苦伶仃的过日子，所以呢迁移到南海。因为他是流放到岭南这一块，那因为他们就是经济不好，所以就又搬家搬到南海，就广东佛山市一带，日子不好过，所以呢艰辛困苦的生活着。那因为贫穷，所以我就在市面上贩售一些供人家炊煮饭用的木材，赚取一点生活费，这样与母相依为命为生，是在讲他的过程。这样的日子好不好过？但我们看他对法的坚持会很感动。来，时有一客买财，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这段故事啊，慧能大师自己讲啊，有一次有一天啊，有一个客人跟我买了财，然后他就叫我把这个财送到
客人开的点，这个客人要买这个木材，他就送去，客收去，他就把这财送到那里去之后，这个客人就把财收到里面去了。慧能得钱却出门外，慧能我就收了这个钱以外，就退出到门的外面。见一客诵经，忽然看见有另外一个客人在读诵经典。慧能就是我啊，我一听到经文里面的语义啊，经文里面的意思，心即开悟，心里啊即刻豁然开悟，豁然明白。然后这个时候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慧能就问这个客，你在读哪一部经啊，你在读什么？客曰，金刚经，我读诵的是金刚经。因为这个经文的内容让慧能开悟，所以呢他当然要再追踪一下。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你从哪里得来这部经啊？客云，那个读诵的人回答他，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我呢是从齐州就是现今的湖北省黄梅县那个地方，那里的东禅寺又叫莲花寺，就莲华寺。那这个寺呢，是禅宗四祖道信跟五祖弘忍法师参禅得到的地方。五祖忍法师在这个地方弘扬东山法门，就以这个东禅寺，因为它叫东禅嘛，所以它叫东山法门。清代的时候，圣祖曾经颁扬天下第一山的这个匾额给东禅寺。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来了解，我们先把它概略的了解消文一下。这个寺呢是五祖忍大师再笔主画，就是黄梅县的东禅寺是五祖忍大师在那里住持教化大众。门人一千有余，坐下有门人一千多人。这个客他就讲，我曾经到那个地方去礼拜，而且听受这部经典。大师，这个地方讲大师就讲五祖弘忍大师。大师常劝僧俗，出家人或在家人都一样，你只要好好的受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就可以自见自己的佛性，直接可以成佛。这是萧文。那我们来了解慧能大师。话说这个慧能哦，这个慧能大师哦，他还不是普通人出身呢。话说慧能大师要出生的时间是在某一天的这个早上天刚亮的时候。那天刚亮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生了这个娃，就慧能大师。没隔一会儿啊，就两个出家人到他的家里来，然后就跟他的爸爸讲啊，这个孩子啊可以叫做慧能。然后他的爸爸就问呢，为什么要叫做慧能？那当然了，里面有含义的，有智慧能度化众生。没一会儿就找不到这两个出家人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慧能大师他就不吃他妈妈的奶，就不喝他母亲的人乳啊，他就是不吃。那时间到了，小孩子会肚子饿，就有天人就送甘露来，有天人送甘露来喂这个宝宝，就喂这个慧能大师，这是他的外史上面记载的，所以非常人。
出生的时候即得人天共，这种是菩萨再来的。我们世间人呢，这个荤素不拘嘛，总是有世间的浊秽之气。这个菩萨种性清净啊，他不随便吃人间的这些杂秽之物。那当然你也可以保留态度啦。那说这个慧能大师哦，因为他爸爸是当官的，从小当然是简单的教他一些东西，可是后来这么穷也没上学，还去市面上卖柴。可是卖柴他的心呢，他的心一直是保持的清净的，他有怎么样的一种根气，他不是懂很多的书或文字，所以他就不懂字。慧能大师他个人都没有留下所谓的著作，都是他说的法弟子帮他留下来的记录。话说这个慧能大师啊，一听到《金刚经》里面的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即刻心里就开悟。开悟的意思就是转凡为圣啊，就是我们本来是凡夫嘛，在三界里，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流浪，人在颠倒中哦。所谓的开悟就是转凡为圣，同语词同意思，转出三界中生死的迷惘，而达涅槃觉悟的境界，也就是舍离烦恼的迷惘，而得涅槃极境的菩提，就是完全了解原来一切是那么的明白清楚，而自己在这里面呢，看不明白看不清楚，原来是我执，原来是幻想，原来是法执，原来在这一切里面心外求法。这里面呢，我们把所有外界的东西拉拉杂杂的都放到自己的心中，课程住满了，所以不得清净菩提。他听到因无所住，所有一切的这些都不应该住着，这些缘起法发生发生发生而已啊，而应该生其心。原来清净的佛性在这个里面，清净的菩提心就是如此明白。那我们一般呢，在经论里面它有介绍开悟，要证入就是开悟，有好几种办法。此土入证叫圣道门，有的人就是在你生命的这个时段，这个时候你好好抓对了办法，好好的修持你自己，所以在此土你所处的当下的这个娑婆世间开悟证入圣道，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叫他土得证净土门，这经论里面讲的。有的呢是在世间里，有的东西你随缘而圆满之，但你一心自尽其意，在这里呢以净土为皈依，所以可以在你往生之后，因愿力之关系而不再有这个色身让你的人不自由，所以以净土门来得证，这是第二种办法。另外还有历劫修行见教，就是你经过很久很久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慢慢的学习而开悟，这讲见修。第四种即身成佛，这顿教。即身成佛也就是属这部经典讲的，你如果真正能懂得你心的运作，看到你清净的自性本来不失，万法皆空了，
本来清净。如果你懂，那么这就是一个办法。所以经论里面大致有四种指标，哪一种最适合哪一种人，都是由自己的根器，自己的缘。话说这个六祖慧能呢，即刻豁然开悟，然后这个客跟他讲，他是从五祖仁法师那里来的。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弘忍法师，就是五祖。这五祖的弘忍法师出生在西元600年左右，602到675，是唐代的僧众，这是禅宗的第五祖。敬请护持电视弘法，邮政话拨账号22718807 22718807，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若蒙捐助善款，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共转法轮。阿弥陀佛。